什么声音啊？我肚子，对，我肚子，婉君不见了，我无心吃饭，所以现在肚子开始抗议喽。好了，你的车还没到，开我的车去吃个午饭吧。我车上有上百张消费卡，喜欢什么随便挑。不过我希望你下午早点回来，因为还有工作。那好吧。我明天想请假。你不是刚回来吗？怎么又要请假？是心仪的事儿吧？哦，那倒不是，明天是点私事儿。不过我只需要半天时间。快来。啊，我先告辞了，失陪了费总，失陪了吴总。哎，失去啊。哎，你跟我说说，你使什么爪这个袋子弄来的？他不是把他看得比自己命都重要吗？啊，你去女厕所了。值钱，像你这种人，不就是一天到晚喜欢带着些假首饰装货吗？正常人上厕所，谁会带着一大堆有钱的首饰去？如果首饰真的值钱，你干嘛不抱在怀里啊？有脑子人都知道不可能。再说了，你陪娜大小姐缺钱，连咱们概念方圆500里的老鼠都知道，谁知道你是不是在敲诈我们？没错，俺告诉你，如果是敲诈，那你还不够专业。第一，俺们没钱；第二。俺妹不是那么好欺负的，俺提醒你，如果是你自己不小心把首饰冲进厕所了，赶紧找环卫局去，快去！大江东水一泻千里，弄不好再过几个小时，你的小宝贝们就从小黄河到大黄河了。你闯入你的死穴，你没话说了吧？我可告诉你，你要是再血口喷人的话，咱俩就出去单挑。要想吃猪蹄儿的，我可不怕你。你们偷了我东西，你们还侮辱我的人格！我要去找安琪，我去找安琪！哎，都跟他好几天了，你分析下到底怎么回事？那首饰到底丢哪了？对啊，放哪了？我就放在洗手间的洗手台上了。你们想想，除了他，谁还整天在厕所里转悠啊？哎，费总。
这事跟我没关系。等会儿，我是老总，我要是让人知道，我还怎么活呀？什么意思？嗯，副总不仁呢？哎呀！哎，裴娜不是正好不在吗？嗯，咱悄悄的把这个袋子放到他桌上去，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，反正物归原主了，我相信不会有人计较了吧？哎，好主意，你去吧。我去啊？为什么又是我？吴庸。哎呀，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？走啊，谁怕谁呀？走啊！又怎么了？孙经理，吵什么吵啊？李总一不在，这叫大闹天宫是吧？看热闹不想要工资了是不是？啊？孙经理，你要给我做主啊！他偷我东西，他侮辱我，你可要给我这一个弱女子撑腰啊！你哪只眼睛看见春花偷你东西了啊？捉贼捉赃，捉奸捉双，证据呢？翻他柜子，那东西肯定在他柜子里。小娜娜，你怎么了？谁惹你不高兴了？老生气很容易长皱纹的哦。我现在已经顾不上这个了。佳明，你也可以给我做证，对不对？今天那个袋子一直没离开过我，可是现在袋子不见了。行了行了，不就那么点破首饰吗？你至于吗？走，我带你们找去。哎，走走走，跟着苏磊有肉吃，见者有份，给他买，也得给咱们买。你们搞什么鬼啊？你不是要抓贼去吗？你去不去？要不去看看？佳明，你跟我们一起去吧，这样咱们三个跟他们三个就比较势均力敌了。我还没吃饭呢，我可不想让贼脏了我的眼睛。佳明，我求你了，他老用武力威胁我，还有他。佳明，我求你了。好吧好吧，谁叫我们是最好的好朋友呢？磨蹭什么呢？别等我后悔。走吧。说好了你自己干吧，干嘛要叫我？我觉得我们应该躲到办公室去，这样的话咱们有不在场的证据，另外咱们可以互相证明清白。看来经常看名侦探柯南还真是能学到不少。哪那么废话，我还真希望现在是柯南附体呢，这样的话 DV 的就容易找了。那欠条给我啊。你又怎么了？那个袋子不是，那咱们袋子呢？无敌就在，要是让他看到那盘录像带的内容，我发誓那一刻一定是我和概念一块下地狱的。你拿 DV 机来的时候，吴迪正向我请假，刚回来就请假，所以我觉得奇怪啊。我上午在追裴娜走的时候，可就他自己一个人在屋里。这个不用担心，在他回来之前，我们早就把这块地方掘地三尺了。就说奇怪，怎么没了呢？难不成他还长腿了？嗨嗨。丹丹，我再小人之心一次啊，那个你真的不会是因为不给我钱，故意把袋子藏起来了吧？滚！随便问问，随便问问。你居然买到这双限量的，无双提前一个月都没订到呢。喜欢拿去。苏雷，你对我真是太好了，我决定要给你来一个金兰之交。佳明，你可是我这头的，小心别让无双给人的脚治病。你说袋子呢，首饰呢，证据呢，我就知道你在耍我们。
苏雷，你搞什么名堂？自己看，是谁偷的？要不要我再给你放？还有更精彩的画面。你想让赶紧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吗？啊！是啊，他们吗？你没有智商就可以污染的人格吗？朕看你那烂性也好好看清楚。就是，给我们道歉。不会是谁在模仿费总吧？你是怎么拍到的？都给我把眼睛放大，好好的找。以我多年拍摄广告的经验来判断，那个摄像头的位置应该在那儿。费总，你为什么偷我袋子？什么袋子？这不是在你手里吗？你别狡辩了，我全都明白了。公司除我之外，没有一个是好人。苏丽在公司私自安了好多摄像头，把你偷东西的过程全都拍了下来。摄像头？在哪儿？洗手间门口，我发现了两个。
把车钥匙放在桌上吧。抽屉里有香水广告的录影带，没事你拿回去看看吧。你太过分了！你怎么了？车明后天就到，别着急嘛。你变态！咱们让大家看看，谁更像变态？你侮辱我！你偷窥我啊！你知道我是你朋友所有的事情，你知道婉君回来了，你知道这个礼物我喜欢的要死，你就想看我的丑态，你这个坏人，偷窥别人的隐私，广告我也不拍了，不拍了，不拍了。我陈佳明也是有气节的，富可杀，不可辱。哼。回来，我给你买的车明后天就到了，我需要你给我拍广告。别一定要钱在什么时候买的单。人就是这么贱，天天盼着被人关注，真关注了自己就受不了。我不想活了，我以为我做的天衣无缝啊，结果还是被人家都看见了呀！哎呀，我要开除他，他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三而四的伤害了我。他再有钱，能带来再多的钱，我不用了，我用不起。他是个奶奶，哎，他是个魔头，女魔头，老女魔头。他有再多的钱，他捐给概念啊。哎，他捐的那天跪着来给我，我都不要。哎，你说他这个摄像头不会能录到声音吧？他要是能录到声音，咱们之前的那些密谋，不，也许没那么先进。什么那么先进？说不定就有一两个的，你快找我。哎，行行，好，别急，我来找。哎呀，为什么被偷拍的总是我呀？哎，啊，得装上了。别，哎，听我说，哎，你屋子里不是有监视器吗？那咱们的东西，他也许能找着。能找我也不去找，多丢人啊！我现在臊子都出不了门了，全公司都是贼，我是贼老板。哎呀，哎，你听我说，贼老板。咱们可以使一招调虎离山，然后让他离开他的办公室，这样子咱们自己就可以去找录像了。这个恶毒的中年妇女敢耍这招，哼，我要让你为你的行动付出代价。你这样子太残忍了。苏雷，你拿我们当什么真人秀表演吗？我们天天跟你在一块儿，你还来偷拍我们，太过分了！有必要吗？这是侵犯我们的隐私权。对呀，你们怎么不说我自掏腰包加强了概念的安保系统呢？这是加强安保系统吗？再说了，今天要不是我，有人就要被冤枉进大牢啊！是不是春花？加强安保。倒是可以，春花，但你干啥把摄像头都装进办公室啊？就是啊，俺们挖鼻子你都能看见，那别的部位肯定也。哎呀妈呀，羞死人了，俺还没嫁人呢。跟了我这么久，你还是一点都不了解我。我对你们这些丑态根本就不感兴趣，吸引我的。是那些上不了台面的人际关系。
性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说的，除非你们逼我。苏雷，苏雷，这破玩意儿你什么时候撞的？好像是贴小广告那会儿吧。好像是。我本来没想买这么多的，结果把小数点搞错了，多买了200个。你知道我这人是不随便浪费的，扔了怪可惜，我就让工人全部都装上了。我没要发票，所以你不用给我报销了，也不用谢我。概念是我家，建设靠大家。好了，从此以后我们公司就可以过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共产主义生活了。老苏，你别太过分了，想把概念当家没的你，别以为有几个臭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啊。啊，那个有费总处理就好了，咱们先出去吧。出去，我们先走吧。那个费总会过分。走吧走吧，先走吧。就这么点小事儿，犯得着上这么大的火吗？再说了，我给佳明一个广告，好像是100万美金。换句话说，我现在是概念的客户，费总是不是应该给我倒杯茶呢？苏雷，作为总经理，我很乐意给我尊贵的客户献茶。谢谢。但是作为总裁，我查你的电脑。哎，你想要这机器，你跟我说呀，我叫人拆了给你送过去。那些监控录像，我想看，一样看得到。安茜，你要回来了，在机场马上登机。老爸怎么样？已经脱离危险了，不过还一直在昏睡。安娜留在那儿陪他们了，等情况稳定，然后再转院回来。德南，刚才公司有人给我打电话，说苏磊在公司里安装了大量的摄像头，他想干嘛呀？你打算怎么处理？连这个你都知道了？公司里闹得沸沸扬扬的，有人第一时间就打电话给我了，并且已经把我办公室的摄像头给拆了。哎，他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居然安到我的办公室里去了。这是个误会，我以为……误会？德南，你不能因为他给咱们公司拉了个大单子就这么迁就他。200多个摄像头，比银行安的还多呢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安的有点多。要是让他知道我私闯女洗手间，不知道又会跟我闹成什么样。哎呀，我听说你把他电脑给没收了，你快看看那里都有些什么。安茜，我们都不愿意让别人窥探我们的隐私，同样别人也一样。咱们俩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，都有很好的素质，我们不跟苏雷学，即使有这样的东西摆在眼前，我们也不看。费德南，他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了？你这么帮着他说话。我们要做问心无愧、胸怀坦荡、光明磊落的好老板。老爸不是经常教育咱们要礼贤下士吗？这次咱们就大度点啊。好，那机器你打算怎么处理啊？我把它格式化。不可能吧？
下手真快，消灭罪证，这个老女人。又一条线索断了。五千，你没看错吧？这一条链子都值好几万呢。这条链子标价14万呢，还有这个戒指至少值20万。这个发卡可是限量版的，全球只有5个。你看我这是不是限量版的？不可能，我的男朋友都很有钱，而且都很爱我，他不可能骗我的。我不戴了，我不戴了，不戴了，不戴了。回来了，公司出了那么大的事儿，我能不回来吗？下了飞机我就直接过来了。电脑的事儿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，你不用担心。我都快累死了。累就回去休息吧，这还需要一会儿呢。没关系，我留下来陪你。费总，今天的财务报告我已经都整理好了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李总，他不是去新义了吗？对啊，去了。我又把他请回来了。哎呀，公司的账目这么复杂，这没有林无敌啊，别人还真是做不来。你比如上次安瑞来的时候，罗兰就愣是没找到资产负债表。哎呀，让无敌走是个错误，我这也算是知错能改嘛。看来你还真是个能人啊，心意和概念都拿你当香饽饽。好吧，回来就回来吧。不过无敌，你要知道，如果再走的话，想回来可就没这么容易了。概念呢也是有规矩的，不像个街心花园，随便什么人想来就来，想走就可以走的。他们正要以商业间谍罪告你呢。如果你重新回到新义来工作，我相信那些人会闭上嘴的。我在跟你说话呢。啊，李总，我听着呢，你放心吧，这件事情我会慎重考虑。哦，无敌，时候也不早了，快点回家休息吧。啊，好，失陪了费总，失陪了李总。对了，无敌，下午你一直躲在办公室里，可能还没有听说摄像头的事儿吧？苏磊在公司里安装了200多个摄像头，每个人的办公室里都有。虽然说现在已经发现了一些，但是剩下的那些，我希望你今天晚上能够加班，挖地三尺要把他们给查出来。不要。无敌晚上回去还要帮我整理报表呢，让他找摄像头，那不是给他机会找到 DV 带吗？他跟苏磊不是好朋友吗？要一张图纸照着拆就行了。李总，你说的没错，这件事情确实是苏磊不对。你放心吧，今天晚上我会尽量的去找摄像头的。
那再一次失陪了李总，失陪了费总。我去上个厕所。我也去。啊。走啊。哦。喂，你在公司吗？在。哎呀，你怎么了？苏雷，是苏雷，苏雷这个女人也太不女人了。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有钱能使鬼推磨。这个老女人在公司里面贴了一张悬赏10000块钱的预告，公司里面也不知道是哪个丧尽天良的。没想到搞方案的这样的字是我写的，没想到这个老女人竟然叫一个美女来引诱我，把我骗到宾馆，我还没来得及调情呢，这个时候嗖的一下就冲进来几个蒙面大汉，把我暴打一顿不算，还带回我身上纹身了。一开始看我以为是变大，后来才知道是变态。我以后怎么想其他女人，竟然是我性感的身材啊！活该，让你做事不隐蔽点。不过说回来，这个女人太变态了。哎，好了，我知道你现在伤心，你痛苦，我也痛苦啊。我告诉你，死不了男，我算是被你这破蛋子给害死。坚持住，胜利已经在望了。啊？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什么新的线索？我马上带安茜离开公司，你呢，接替吴迪去搜摄像头，趁这个机会找到那个袋子。还让我去搜摄像头？有没有搞错？又要在苏雷的头上动土，老大呀？那90000块钱您不想要了？你这是在逼我。我这前有刀山后有火海的，你还让不让我活呀？苏雷，苏雷，喂，苏雷，我是吴迪，你怎么可以在办公室里安装摄像头呢？你这样做是侵犯大家隐私权的。苏雷，这样吧，你赶紧把安装图纸给我。给我呀。行行行，是我。天哪，吴总，你怎么了？行行行，我这是撞门啊，撞门啊。撞得这么严重，门没事吧？啊、哎呀，我去帮你拿点药酒吧。哎，别！哎，我这也撞习惯了。那个什么，是安茜让你来调查摄像头的吧？嗯。啊，行了，这事交给我了，你回去吧。啊。你说你一个小姑娘家，是不是这待在这个大楼里面多不安全，万一要是出点事儿，你说我们怎么跟你家里人交代呢？哎呀，但是不行啊，吴总，李总吩咐我今天一定要找到摄像头的。李总和我都是副总啊，也都是股东，怎么你听他的不听我的，是不是？
没有，吴总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千万别误会。行了，没这个意思，赶紧回去吧。啊，这公司里边还很多事等着你做。那好吧，吴总，这就辛苦你了。正好我还要回去处理点别的事情，谢谢。走吧。爸，妈，我回来了。林总，你们吃饭了啊？哎，你看看，刚回概念就加班到天黑，这费总司写人呢也真是不客气嘛。哎，爸，雅俊来了吗？早来了。哎，费总的爸爸情况怎么样啊？已经脱离危险了，你放心吧。我找雅俊有点事儿，先进去一趟啊。哎，你今天的确回概念了吗？回来。雅俊，想办法对付心仪那个坏蛋了吗？我今天都急死了，完全没有心情上班。你有没有什么办法？哎呀，别动，马上就好。哎，这么香的火锅味道，你们都没闻到啊？吃饭了。再等我三秒钟。三、二、一，大功告成。噔噔噔噔，等什么等了？林叔等不及，早就吃上了。如果说吃鱼可以使人变聪明的话，那我敢肯定，我至少吃过100条金鱼。什么金鱼啊？晚上吃羊肉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了啊！哎，雅君，你来看看怎么搞呢？这是我命名为回音壁的软件。它有什么作用？回音。简单的说，就是他们的炮弹打过来，咱们当的一声给它挡回去；他们的窝心脚踹过来，转一圈，啪又踢到他们自己屁股上，而且。我还给了他们一双钉子鞋，我要是再狠点的话呢，就往钉子上涂点芥末，这就叫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自己挖坟。唐雅君，你简直就是个天才，你太伟大了，你救了我一命，你真是太高兴了，终于放松了，雅君，我疼，不止度了，我的清白。哎，今天黛玺的夏威夷版上市，为了给你弄那玩意儿，我都没去抢那些好的编号。我会记你一辈子的。行了，用你这句话够了。小姐，请问你要买单吗？啊？哦、啊、不不，啊，请问洗手间怎么走？啊，前面右转。好的，哎，谢谢，谢谢。欢迎。洗手间在那边呢。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你看，我今天喝的有点多，都搞不清东南西北了。好，我扶你一下吧。啊，不用，啊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这边。啊，装吧，像你这样的我见多了。来来来，雅君啊，多吃点肉。哎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他又不是没有手。哎呀，人家不会使筷子了，烫着怎么办？我说是嘛，还跟我放烟雾弹。阿姨这把年纪，这种事还会不晓得？来来来，再吃点。啊，这阿姨，我必须得和你解释，误会。刚才，他绝对是误会，绝对是单纯的友谊。你们啊，对对对，
你们三个说什么呢？什么意思？他们俩怎么了？没有什么，爸，什么都没有。来，多吃菜，多身体好啊！来来来，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周总，费总他现在怎么样了？啊，没问题了。太好了。你在哪儿？啊？你在哪儿？我现在没跟费总在一起，我在家里吃饭呢。啊，吴迪啊，我想拜托你一件事儿，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，而且要跟安茜和德南绝对保密，好吗？嗯，可以啊。周董，你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跟我说吧。我的名字叫吴迪，我相信我能创造奇迹，我知道该用什么赢得胜利，自己拼自己才对自己。要数相貌我倒数第一，可影响不了我的美丽，我善解人意，从不花言巧语，不用眼泪吸你的注意力。我的名字叫无敌，我相信我能创造奇迹，我知道该用什么赢得胜利，自己拼自己才最自己。功夫在一起怎么比怎么比，善良的招数排第一排第一，我没有力气只会是有专一，气球水一样有力量的上帝的专利。功夫在一起怎么比怎么比，善良的招数排第一排第一，我没有力气只会是有专一，气球水一样有力量的上帝的专利。知道该用什么赢得胜利，自己拼自己才对自己。